我自己给自己带了一个小皮筋。冷死了，热不冷？冷，不多穿点儿。来，把我衣服披上，快。不要。不是怎么了？冷多披上嘛，你不听话呢？不要，我有衣服。让你穿上你就穿上。不要。咋的了？看来我最近是哪里做的不好？没有啊，挺好啊。没有啊，怎么这么问？不是你干嘛这么看我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啊？啊，对呀。戴在你手上。啊。你知不知道戴在你手上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喜欢上别人了。我戴小皮筋就意味着我喜欢上别人了。那一定要我看着你拉着别人的手才知道你喜欢上别人了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没关系，我懂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你听我解释不行吗？我单位同事有一个人老缠着我，所以我就想买这个告诉他，提醒他我有女朋友了，要不然我能买这个吗？那我有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戴我的？烦死了。